喂，啊什么？
他们家的马自达又被我们的奔驰挡住了，伸个懒腰啊！好吧，好吧，好吧，哎，我去挪挪道，我去挪挪道。Sorry， 大哥哥，我挡了你的道。虽然睡我都四不像，也不是你的 fault。都帮我顶几个热搜就能够做对照。别想了，即使能靠飞靠才可变不成凤凰。这么多在阴沟里都十几个绊脚，到底乌合的阴兵背后在打击刀。和仙女在一起，请多多的案例，快快报警惕，红胆小心的病。想活要靠实力，别想着靠阴影。Sorry， 我忘记你很有营销实力，把赚粉丝的钱都用在对手那里。建议下次能画的可好作品。之前我一直觉得这世界需要的是 a peace， 现在才明白，原来愤怒才是生产力。大 baby 靠神经，营销 is all you need， 随便操纵的重的情绪，尤其那些没脑筋的。What can I say, man？我只能左拳打得好，左手掌头下得好，看虚你就抛弃刀，小心别被波及到。睁眼说话不看证据的老年鬼，我想去的力量全靠喷着讨厌谁。说风凉话的别后退，哦对了，还有你这个配合默契的团队，但写一段全权益别太累了。有些事年纪大 by the way 啊，就别买药的热搜了。天天发誓给你胸开 let's， 我们徒有虚名，有些背后玩的小把戏，叫人人都得扎到气。可总有朋友会发疑，我怎么会这样呢？有的人没水平，有人是没实力，所有创意随便都拿去抄，但最后并不一定会成绩高。因为学人精只能在在后面跑，从往西向北他只能一个猫。这让我签的是什么？就是应该是要签字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应该就是验收一下，我不知道，就这些都没看呢，你对错我也不知道。能画出各个作品，我可以把丽卡文用法。晚上好，晚上好。你也在检查作业吗？我刚开始后。月月吃饭实在太慢了，现在是爸爸在检查作业，平时是我检的。什么歌？这首歌是刚才我听这首歌吗？是华晨宇的歌迷写的歌，就很骚。说华晨宇好多歌迷真的很有才。这个你找在网易云，你找一下乔治城里老乔治，他蛮多歌就挺好玩的。这首歌叫 Sorry 哥挡了你的道，就是前段时间华晨宇他官宣那一个日出演唱会的时候被人家买黑搜压他热搜嘛，压他热搜的那个，然后他出的好玩的歌，我听也是比较好玩。就华晨宇的挺多歌迷就是很有才的，真的不骗你们，他有一些甚至是一些女的歌迷，因为基本上吹拉弹唱都会嘛，吹拉弹唱都会。我既然还有看到玩 R&B 呀、啊，还有reggae 呀、啊，真的，我就没怎么听别人的了，因为我没有怎么收藏歌单，我只听，就是前段时间我看到那个老乔治发了。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歌词挺好玩的，然后我就放到收藏夹了。五分钟，我发现就是芒果，我好烦那个湖南卫视，他那个歌我先去心梗一会儿啊，你先聊行吧。我是你们有没有看到那个热搜说那个歌手回归？哇，我突然间就觉得。就是这一次的那个歌手模式，说是全程直播，就是没有后期修音的那种。我说你早就应该这么玩了，你现在才这么玩了以后的话，其实我你知道我现在很担心一个事情是什么？就是又让那个华晨宇回去唱歌。我是因为他现在没有官宣阵容嘛，他现在没有官宣阵容，没有说是谁去参加，但是现在他已经官宣说是回归，说是5月10号左右的时候已经开始要录播，但是还没有官宣那个阵容。反正我是第一个反应就是，千万不要再找华晨宇，然后我希望华晨宇会把那个拒绝掉，
因为我是真的觉得湖南卫视真的挺会骗他的，挺会骗他的。我记得那个《当打之年》说是最后一季了，那《当打之年》那个《当打之年》，你们知道当年那个《当打之年》是有多惨吗？就是他说是最后一季了，但是其实做举办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赞助商，都没有赞助商，钱都没打过来的，一直到华晨宇去录播室里以后，那个赞助钱才打过去的。所以还说是什么最后 一季，然后现在又说什么回归的，然后我说他唱就唱了，不要再叫华晨宇过去唱歌就行了，因为他五月份的话，月初的时候是在烟台这边举办那个日出的演唱会，月末的时候是在香港，根本就没有什么时间，所以就不太那个。我是不太愿意他去的，我就希望他会拒绝掉，因为八九不离十，湖南卫视一定会找他。真的希望他不要去。你们知道我刚才开播之前我在干什么吗？你们知道我刚才在开播之前在干什么吗？你们谁猜的对？没错，我就是在看刘三姐。问他，问他什么？问他什么？有什么要需要他问？嗯，就其实我现在还不知道他到还是没到，因为还没有冒头，没有冒头就没再问他。一般他会上工的时候他会跟你说。阿姐花花什么叫花花够了吗？不是，我跟你讲，你有多少花花我都愿意要啊，那不是没有吗？对，他是新买的牌子吗？为什么他才五级啊？是啊，他之前一直都是白嫖啊，那个冉玉他一直都是直播间老观众啊，所以他就一直有在白嫖啊。他问我说花花够了吗？那肯定不够啊，但是我又不希望你们就是。充钱给我送，我也不希望你们充钱给我送。那现在不是自己赚钱吗？你没看到那个标题吗？我连干四天，我自己赚钱啊，还指望你们黄花菜都凉了。对啊，我丢了。对啊，我现在是靠自己赚啊。你们看那个他那个。哦，你们知道我第一次看他那个直播福利的时候，我还以为是他说我连播两天他有100块嘛，哦，然后我播到第四天的时候他就给我200，然后我播过五天以后他再给我300，哪个知道去看那个规则的时候是如果说是我连播两天他就只给100，我坚持到了第四天，我第五天没坚持到的话他就是在那100基础上面再加100而已，然后我播完五天他最终的一个奖励就是300。哎，我突然间说，我说那你如果说是这样子的话，都快600块钱了哦，600块钱啊 ！B 哪里那么大方啊 ？B 怎么可能那么大方？是不是那个任务基本上都是送那个流量包的？他不限我流，我都要烧高香，是不是？他不限我流，我都要烧高香了。他那个还说要送我流量，就贼讽刺，就是这个。所以我没有那么多的动力，本来是没时间，也没有动力播这么多，并不是说我不愿意播，也不愿意来陪你们，就是觉得就一周一次也就够了，秘书哦，就也没有什么动力，然后又忙。你说要是他老是有这种奖励，我。每一天我费一个小时上来跟你们聊天，就是去做任务赚点钱，那怎么了？是不是？你要是他一直有这个活动的话，秘书我连干个一两个月，你说你都愿意是吧？不是，你说我那耳机的钱回得来不？不说电脑，我说耳机的钱回得来的哦，吼。因为那一套耳机要800多嘛，800多的话那个你。他这一次是300块，如果是下次的话，我就连干一个月够了我。但是阿 B 就没有那么大方啊。什么有录播有啊，我一般用电脑播，我都会自己录播的，就是无非他是通过不通过而已。
他不通过我也没办法。但是现在好像也不怎么卡我言了，但是还是限我留就对了 ，KO。嗯，限流是可以的，嗯，肯定限，但是最近好像还好一点。小破站奖励寒酸不如抖音。我在 B 站直播很大一个原因是图清净，图清净。我如果说我一开始就是在抖音那边直播的话，我相信就是，我相信是那个咱设备钱已经赚回来了，秘书，就甚至还可以给你们发工资。嗯，是的。这样你们想想看，如果说是我一开始我就是在抖音直播，以我们的真实的热度的话，因为抖音那边本身他做任务跟那些流量的东西，他也是会有奖励的嘛，哦，奖励的嘛。阿 B 这边你光有流量跟有光有活人头，他不会给你讲啊。所以就如果说我一开始我是在抖音出道，我可能设备钱真的给赚回来了，不骗你们。是的 ，OK 哦，那我可能差不多，对，我可能抖音出道，那不是比这个要快多了？对，咱管主要是咱这边的人头数是活人头数啊，是吧？哦，是活人头哎，嗯，你们想想看，在抖音8000个真实粉丝的那个数据，他都给你猛的推前面去，而且抖音那边就是荤素不忌啊。他不会像是现在这样子，就是我聊你爸妈的时候或者聊话，他给我限流那种，他不会。嗯，对呀，啊，哎，是啊，如果是在，如果说是在抖音播，可能就是设备钱赚回来的，还可以多捐一点，秘书，还可以发工资。嗯，你说我们要工资也不要多吧？哦，就是每个月我们有奶茶钱。每个月都有奶茶钱去买一个润笑红啊，哦，买个胖大海，剩下的钱再捐。你这感觉可以。有啊，抖音的话是真的有的啊，但是 B 他就没有啊。但是 B 他还要倒贴。你要去抖音播的话，我们可能不能相见了，因为我不用抖音。也不是说不能相见，可能我是一出道我就会被骂到现在，就从头到尾的骂，因为他本身那边的生存环境就不好，什么人都有。嗯嗯。我来 B 站我就是图一个清净，我也知道去微博或者是去抖音那边是赚钱呐，啊。这你再加上我靠，你看我们之前讲的那种八卦，你说是要在微博或者是在那个抖音的话，我们早就爆了，好不好？爆了，哪里是哪里？只是我们家的人，别人家过来为了过来拉财什么之类的，你信不信？我礼物堆死我。是的。就比如说像那个像你们。我要说酸菜，我那酸菜对家也有啊，哦，那我说，嗯，那为了让我说酸菜的时候，我酸菜对家不用你们刷酸菜的对家就直接什么法拉利一堆就扔过来可以讲了没有？就讲啊，哦，那就是就讲啊，那你想想看，我们直播间讲了多少八卦哇？为了让人家想知道那些东西的话，礼物都能把我们砸死，好吧？嗯，人家那种那个博那个叫瓜主爆料的那种抖音，你不得赚死？你人家都还没我们全，咱那还详详细细呢，还有过程。哎，人家都不敢直说呢，人家说的还支支吾吾的呢。对啊，酸菜队加谁啊？那个那个Control V他们这些不是吗？对啊，是的呀 ，Control V 这些都是啊。酸菜嘛，谁都是对家，啊，谁都是对家，就是同咖那种啊，怎么啊 ？Control V 还也是他对家呀，啊，对吧？不是啊，纯平他们呢？嗯，纯平对。纯平他们呢？哎，我跟你们讲，纯平他们跟你爸不是一个咖位啊，不跟你爸他们不是一个咖位的。不是，如果说是在抖音的话，可能就跟秘书他们无缘，但是也有可能会在抖音那边又认识另一帮比较好玩的嘛，是不是？嗯，但是可能就是这一去那边的话，要心理承受压力要更大一点，因为按照以我们在 B 站的这个话题的开放度的话，我在抖音要是心理素质不过硬的话，百家粉就不是在 B 站这里这一两万的事情，可能就是十几二十万了。是的，是啊，
是不是？是不是？你说要是在抖音啊，或者是微博啊，就按照我们在直播，在 B 站这边的直播的那个直白度啊，哦，那个直白度，真的，你就不是一两万的，可能甚至几十万的那种都有。因为他不是一家过来骂你啊。关键是你毒奶真的太绝了，真的。毒奶个几次他们都能传遍了，跟你讲。就过来就是为了让你不提他哥哥，他礼物都能把你给砸死。对啊，你想想看，哇，发财之道怎么就一下子就错过了呢？我突然间觉得抖音还挺不错。对啊，你怎么能选择 B 站这条路？一分钱都没赚，还倒贴。我那时候就想着，就一个就是 B 站那边清静一点。我现在突然间觉得好像就是这钱赚也是可以的哦。哎，对啊，你看你出道选错的路，看到吗？你抖音上播呀？现在在转战也没有用了呀，是不是？现在在转战也没用了呀，因为人已经固定在这边了。我要是转战 抖音那边的话 ，B 站这边的话，大家会要生要死啊。嗯，我都不用抖音，你不可以去啊？那你只又不能去了呀？不是我，所以我才抖音还得先看看抖音怎么玩呢。对啊，太费事了。对，我本来就是那个啊，本来就是我你没看到我把抖音跟微博连在一块嘛，这两个垃圾场啊。嗯。什么？大家在阿 B 总的来说还是开心的，不是你直播间的氛围是看你这个主播跟你平时听的人的一个观众。那如果说按照我们 B 站现在讲的这些内容。你其实去抖音那边的话，你直播间的氛围，你不能说一定会比 B站这边干净什么的，但是它多少它也不会差到哪去，它也不会差到哪去。但是，只是说它有一点不好的话，就是那个抖音那边的推送啊，会比较精准。就比如说，因为你们也知道啊，我讲瓜田都不太，就是隐姓埋名啊，就是那种。我首先我们是先直白的讲人家名字，我们才取外号的哦。就是以前的时候没有玩透他那个数据精准，咱也是不怕死的那种，就直接讲名字的那种哦。然后你想想，要是在抖音的时候，咱也没玩转那种精准推送的时候，就像在 B 站这边这么直白的讲这些哦，讲这些，人家是会直接推送到人家粉丝那里去了，我直接会被千军万马给淹没的。你想想看，咱塌多少个人的房啊？我想想都觉得很可怕。我突然间觉得那个李易峰啊，那李易峰跟那个易府他们那边，光是他们这两边的人都能把我给压死。对啊，你们想想看，我们直播到现在两年，到底大多少人都防？你想想看，你这出名了好吗？就关键是就目前在活跃这屏幕上的，就没有几个能让我说好话的那种哦。确实，关键是现在活跃在那个热搜上的人我都不认识。不是活跃在上面的时候，在就是没有几个在我们这里是有好评价。对呀、啊，没有什么。对啊，那时候封神不是很红吗？那时候封神老是很红，那时候就是我就有在说那鱼翅不好啊，那种那个什么七七八八的那种。然后你想想看，那个时候如果说在抖音的话，不是触眉头了吗？被打死了，我跟你们说。你得亏在 B 站就清静哦，谁让那个这破站限流，还是这破站没什么人呢？你那时候如果直接说他们不好的话，你会被举报的。对啊，被封是吧？会被封。对的，你号会被他们举报掉的。啊，就对啊，阿 B 这里，阿 B， 你看阿 B 这边，你看人家少举报我吗？组团举报都举报不了。那没就没有什么，因为也没有违规或是干什么的。其实相对来说，我就觉得 B 这边比较亲近，但是他那种直播的管理啊，干什么就也稍稍比较宽松了啦。那不然呢？你到时候我去抖音那边老是换号吗？一封就来，你也换不了吧？对，一封是都和那个手机号绑一定了。对啊，他一封就是那种实名的那种，然后那个有多少个够哦？是不是？嗯，
算了算了，还是就在这儿吧，你就在这里好好的养老吧。不是也去不了了呀，这哪去的呀，你一开始出道的位置没选好，在阿 B 这里你就要接受阿 B 的冷清，是不是？你一开始要是想着赚、要一开始想着要赚钱的话，在阿 B 这里也不是赚不了，那我一开始就不要说白嫖。是的，是不是？你那直播间人家可说了，说一个视频1000播放量可以赚3块钱。骗人，母骗人。不是，我跟你们讲，宝贝们，你们别信母说的那种什么在 B 站这里什么直播1000有3块钱的那什么奖励，没有。我跟你们讲，我们所有的直播回放都是超1000的啊，全部都是超1000的那种，很热度很高的，我们甚至有2到3万的那种播放量。阿姐的视频啊，这么多视频，零收入，而且关键是我好多视频我都投的，就是随手记录，就是他有专题列表嘛，哦，他那有那活动专题嘛，哦，说什么视频瓜分奖金什么之类的，但是至今为止都是零收入。对啊，骗人，什么鬼？说什么1000播放量有3块钱？你当抖音哦，你当微博哦，微博跟抖音是有的呀。真的，你们去看一下咱们投稿，我们投稿投了300多个稿了。OK， 你看看多扎心，我们的直播量有多大？真的，每来了还放。最我们直播间最惨的播放量是2000多。真的有这么大流量吗？不是5分钟，他母他们那边说 B 站这里，他们把那个抖音跟那个微博的播放奖励。用套在 B 站上面，说 B 站这边不是在推他那个鬼纪录片嘛，那个阴间 BBC 纪录片嘛，那个 BBC 纪录片，然后他那个说啊，1000播放量有3块钱的奖励，放屁！我们直播回放302期的那个哪一个的直播回放没有1000多的，最差都2000多的播放量，我们后台的收入是零。咱俩打架那天。半夜2点好像还有人在听，反正就是每个视频你每次进去都有人在。对对，就是播放量，咱们这个直播的播放量就是他们不但要听直播，他们还要回来品，对，还要品回放。对，其实我就是觉得要，反正你们只要进我们空间去看这直播回放，你永远不寂寞，你最少都有一个人陪你。就离谱。就是那些就前面一开始我都不愿意去听的那些旧的，就是比如说是我一开始直播的那3天的，每一次都是两位数，我也是服了你们的，有什么那么好回顾那么多的。那啥，不得不说你早期的那种可爱已经一去不复返，你知道我有多怀念吗？你不需要怀念，那是装的。我也爱现在的你，但是我就是喜欢你那个死样子。没有啊，那3天就想着就播3天，就撑死也要把这个温柔人设给立住啊！你不然你一开始就暴躁，谁听你好的？就是慢慢讲啊。你要不要现在你再回复那个就恢复一下那个样子、啊？我不要，还要夹着声音说话，我不要。白嘛，不是都已经熟成这个样子了，你突然间夹着声音说话，你不惯吗？不是我那时候就想着，我说就播3天。就你温柔人设要立住，别人才有耐心听你讲这么长的故事。然后我就忍着性子讲3天，然后3天以后发现就是这帮人也挺心机的，然后就是怼着就我反正我是骂人的就忍不住了，一骂人就本性就暴露了。可是这也是为了我们的消费者呀。你消费者，我们直播间哪来的消费者？坏了，300块钱自己赚呢，熬4天哦，连着熬5天哦。说错话了，哎呀。对啊，熬5天哦，连着熬5天哦，钱都自己赚的。刚才进来还问我姐，你还要玫瑰花吗？我说有，你都不自觉说还要我问，还要我问你要花。谁呀？染玉啊 ，KK 染玉啊。要直播间一起听一下第一期的录屏。对，染玉啊，他说姐还要玫瑰花吗？我说你问这话就相当于问我要钱吗？你现在翻到第一期，咱们听一听。我不要。怎么样？我不要。我虽然说混时间，但是我不要，也不能这么混吧？有时长要求1个钟啊。第一期可
可为什么了？第一期是你播放量最高的。聊成啥样全看皇上的心情，皇上现在的心情就不是很美丽，你们努力点送花。不是美丽也是一个钟，就是不美丽啊，反正就是我们随心所愿，也不是说就播一个钟啊，是不是 ？K O 不，贵妃你想想看，就是要是聊个兴头上啊，聊到晚上我都无所谓，聊到十一二点我也无所谓。就你他在点你呢，他要聊到兴头上，快点，你想想什么，有什么办法？没有什么兴头上，反正你们。我顶多就九点半，你们要真的让我好好休息一下，我累啊！我脸还要连着干四天呢，真的要得让我有一点精气神来，别到最后一天。可是我都不能保证我每天都到，每天都在，你还不趁我在的时候多表现一下？也无所谓啊，你还在你面前还需要什么表现呢、啊？你都已经打败了他所有的后宫了，你还要什么表现？你都已经是唯一的。但我现在就是很麻木啊，这老夫老妻的生活，我不知道你到底要调度什么很兴奋点的那种。可是人家就很想你听你当初的那个声音呢、啊。那我要怎么说嘛？我现在也模仿不出来，反正我加不出来、啊。他当初已经鸡皮疙瘩，我真的起来的好不好？你们真的有病的。我要你喊我宝贝儿。我不要。我不要，我晕。当时就说叉多多说叉叉宝贝，你在吗？我不，他不在了。等我一下哦。他不用在，现在他也不用在，真的是尬死了。乡村的爱情，现在也没有什么乡村的爱情啊。因为我去清明回，我们清明也就那个故事都已经跟你们有讲了呀。哎，之前你的普通话还没有那么好的时候。非常的不是你们意思说，你们意思是说，我现在直播久了以后，普通话就是就稍微好了那么一点点。我现在的感觉哈，就是哈，花无百日红，现在人家都不是你的小甜甜了。也没有啊，反正看着你看着我，只有一句话，就红颜枯骨啊，好不好看也就那样了，是吧？好，不好看也那样了。关起灯来的时候，还要长得好看才能上吗？那又怎样啊？你想想你当时的那个样子，人家欲罢不能，你现在这个样子，闭上眼睛。你一开始欲罢不能的时候的话，你就一开始要上来打工啊，你也没有啊，你一直到我疲惫你才上来打工，有个屁用啊？那现在后顾也只有你一个，你还想怎样嘛？那不一样啊，人家也想要点情趣，要点不一样啊！你瞧瞧你现在这个德性，不是现在、啊、动不动就你他妈我他妈，不是现在对着你的脸，我怎么小甜甜的起来？我就问你了，你对我还小甜甜的起来吗？也不行吧？你不要厚此薄彼啊！你对着我你也甜甜不起来呀、啊？你让我对着你怎么甜甜的起来呀、啊？就一见面贵妃，一见面皇上，你就这样了，那还有什么柔情蜜意吗？我们一开始的蜜月期已经。两年了宝啊，两年了呀，你这蜜月期我们可两个可不是龚俊跟张哲瀚。对，我也想说这个，搞半天最后只有他们两个可以做到。对呀、啊、这两个变态的。他们俩爱的深沉，你们还不够爱。不是爱的深沉也受不了像他那样子、啊、反正我不是龚俊他也不是张哲瀚，反正我没办法说是我们已经快两年了我还要跟他小甜甜的那种。你看我以前你们贵妃上来给我白打工的时候，我心里面还挺愧疚的，因为直播间没收入，然后他们要我上来的时候都是为爱发电。你别跟我提收入这件事儿哈，不提的话咱俩今天还能过。那不然呢？直播间300块钱对我们来说不是巨额吗？哎，150块钱的两倍呢。你给我闭嘴吧，我不想提这个。俊泽3年了，哎，我反正我是觉得他们老了也这样子吧。我看今天那个热情，就是热恋中的人，他顶多也就是3个月。哎，对了，阿姐啊，有件很关键的事情哈、哦汤，如果那个上班的话，问问阿妈有没有回北京，因为李荣浩开演唱会了，没回，没回呢，没回。啊，上次说了没回，没回。他们。要去的话我估计这次行踪可能不太好搞，因为北京好多小橘子都买了李荣浩的演唱会的票。上次表哥那边是结婚，表弟上次是表弟结婚，因为表弟结婚的时候本身就是奉子成婚嘛。哦，那这次我去的时候要陪那个老太太走一下亲戚啊，又因为要等满月酒了，所以也不会去跑去哪里。
那莲花还送不出去，这也是见鬼。嗯，莲花你就别提了，真的送出去还送不出去。然后那个 表妹，然后对他好像是去年他们家这边喜事挺多，然后那个表妹不是结婚嘛，哦，表妹那边说要去结婚的时候，我去不是喝喜酒吗？我去喝喜酒的时候，我包红包，本来是说不想包红包，把那个车钥匙给他，就是表妹看到那车钥匙之后脸都绿了，说可不可以不要。可不可以不要，然后就是说 你送这个给我，可能就是脸上确实是很好看，但是我工资养不起啊，然后后面就是，也就也可能也是开，也就是开玩笑啊，就是开玩笑，然后后面那个车钥匙收回来以后的话给红包啊，就送出去没人要，他那个谁会要，根本就普通上班族养不起，普通上班族养不起，就是家里面有表哥那种是可以开是可以养得起的人，是不适合开这么张扬的车，因为都是那个体制内的，就不好坐开这种车太张扬了。怎么才能有电池？只有充钱，或者是你是那什么大会员什么之类的，每个月都可以领5个 BB， 5个 BB 就是50个电池，50个电池就是5朵花，是吧？是50个，不知道，我跟你50个电池是50朵花还是5朵花呀？啊？怎么才能看到自己是50朵花？我怎么送不完了呢？这个花？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也没怎么研究。50朵是吧？嗯。但是我有时候我是经常你是大会员的话，应该会送你的。嗯。我看那个。那个卡圈包它真的是每个月都会有5个 BB， 你领取成功，对的，你领取成功以后你再去直播间这边充的时候优先用 BB， 用 BB 以后的话你就充50，但其他定义那里送50，它就是那个 BB 的钱，对，但是它一朵花好像是一毫，你们一堆人送一个晚上顶多就3块钱，顶了天了，破了天了是3块钱，然后关键是这3块钱我还要缴税。嗯，对，他们是那个苹果端的手机的，苹果端的手机，还有那个送一朵花可能就是一毫，我可能只能0.325毫，为什么？因为他们的是苹果手机的，是那个税更高。嗯，关键是他们用苹果端送东西比他们安卓端的还也贵一点点，因为他们充钱进去的话。苹果端的是比安卓端的是贵一点点的手续费的，然后他送过来以后，我后台你知道吗？他们那个，我那个直播后台那里收益啊，就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多那个几毛钱，每隔一段时间会多个几毛钱，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他们苹果端的是，比如说像老板他给我送50朵玫瑰哦，50朵玫瑰，他是用的是苹果手机的。如果说是苹果手机，我可能要到下个月他才会给我结算。然后，但是如果说是安卓的，我可能我明天晚上他就到账了。我靠，差那么多！对，你现在用什么手机啊？安卓啊，我一直用华为啊。嗯，我用华为跟那个70给了月月，那个你爸以前不是有代言那个？荣耀嘛，他刚出来最后一波哈，70的 Pro 我给了那个我又买呀、啊，支持他商务嘛，我不怎么用，我用的是华为的那个 Nova 吧。我发现我你们知道我为什么会换那个华为吧？就以前的时候也用水果手机呀、啊，但是我发现我没啥富贵命啊、没啥富贵命，用不起水果。我水果每一部手机在我手上存活最高的生命不超过3个月。不是、嗯、不都是把打印机打开，反正就是摔坏被偷的那个，就是被人家摸走的那个概率是90%。我不明白，甚至有时候自己还丢的都不知道。然后后面我去买了那个 Nova 吧，因为你们想想看，他那个一台水果的手机可以买我两台三台那个 Nova 机了，所以我买了那个 Nova 了以后，就这个机子我也没怎么爱护，也是这样子，就随手拿，就插在兜里面，也没人拿你的，因为
你说它贵嘛，它也不贵，但是你说它便宜嘛，也有个两三，也有个三千来块是吧？哦，三千来块。而且我这个 Nova 8也算是一个顶配，512的那个512内存那个。但我也很你知道贵妃，我是很头痛的一个点，就是我买 Nova 8，我买的是紫罗兰的哦，嗯，我买的是紫罗兰。是紫罗兰，然后它是一部紫色的，然后我习惯性，因为它机身，它本身的机身，是太轻薄了。如果说是只是拿起机身的话，它又是那个流畅的那个银镀面，就很滑，知道吧？很滑。你虽然说你不戴手机套，这么看着这个手机的时候的话，它是很漂亮的，但是它真的很滑。然后我就那个要一定会让。戴手机套的，我一戴手机套以后，哇，我就很想说这个机子到底什么时候能旧一点的。然后你就关键是它那个屏幕有时候你一摔哦，它关键还摔不坏，砰的，真的砰的就摔到地上。它是那个屏幕它裂了，是那个保护膜裂了。然后你一去换那个屏幕了以后，一换那个保护膜，它真的它胡汉三它又回来了。然后我前两天我拿那个荣耀跟Nova 8去那个手机店那里贴膜，以后一贴出来后，我感觉这两个机子就比人家新机还新，比人家新机还新。我一想，我这 Nova 8快用了三年多了，我就想，然后关键是它那个续航能力，我一天我就只充一次电，一直拿着手机的，你知道吗？一直只要我不是看视频，我不一直看视频，哪怕是我用它来看小说，我一天真的只用充一次电。我出去一直到晚上回来，除非是我边吃饭边看手机，不然的话我睡觉之前我才会再充。我睡觉之前我再充了以后，我第二天一天都不用充了。它的续航能力就是这么恐怖。那你说，哎呀，我说好歹三年了吧，那个续航能力好歹给我差一点吧。哦，贵妃哦，我说你好歹给我差一点吧，就感觉没变化。完全没变化，然后关键是它运行那个 APP， 运行 APP 它也不卡。你说要是像以前的时候，安卓它有点比不过苹果的那个系统的话，就是苹果的续航能力不行，但是那个苹果的系统是你用了很久很久很久，它都不卡哦，它都不会卡。然后对它，我喜欢苹果的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的运行是真的很快很顺畅。然后但是我很烦苹果的就是老是要充电，哪怕是现在的苹果机也是续航能力不行又重。不是，它的 iOSP 更新一次它就消耗一次，它就是为了让你换机子。对，就关键是它寿命不行。我不是说苹果的，你们摸良心，是因为两个都用啊。我也不是说是谁是粉丝，我也不会因为哪个是国产货我要用哪一个，是因为那个苹果它的寿命真的是不如华为。我真不是说我是华为的什么花粉什么之类的，我没有那种，不然的话我一开始我就不会用苹果。它是那个它续航真的不行。然后而且苹果你稍微不注意，哇，它好多东西是后台运行。你稍微不注意它好多东西都是后台运行，以后哇莫名其妙你电就没了，知道吗？它是不是其实是这样的，苹果是如果你不强制退出的话，它会一直运行。对，它其实是为了让你就是能同时开很多 APP。然后关键是你锁屏了以后它还是耗电，你除非是你完全退出，你锁屏了它才会省电。你如果说是你开一个 APP 那里的话，就比如说像我们用安卓的用华为一样的，是挂着微信的嘛，因为我们要随时接收信息嘛。如果说是我一锁屏，手机是完全不耗电，但是并不影响我接收信息。但是如果说是苹果，你彻底退出来的话，你有信息，但是它不会提示你。它不会提示你，是非要你自己亲自去看屏，去点进去，它才会显示说你收了。你要是想及时那个苹果的手机收信息，你要及时收到你微信的信息的话，你就要一直在后台运行。但是它一在后台运行，它就很耗电。就关键是苹果有很多软件，我们国内的 APP 它是用不了的，所以我就不太用了。我后面我买这个 Nova 了以后，我你知道我老是想着说那种是60 Pro 那种60 Pro 那种机子是6000多的那种机子，我感觉那个
我好喜欢那个，我好喜欢他有一部，我记得好像是60 Pro 的吧，他是那个橙色的那个手机壳那个，我很喜欢那个，我就想着我说我这个机子只要它卡，我就立马换，我就借口换了。但是本身自己就抠，知道吧？本身自己对自己也挺抠的，也挺抠的。然后那个，对啊，你要是换别的，如果说是 pack 啊，如果说是 pack， 一旦一卡一点点，我说扔就扔的那种。然后如果说是电脑啊，电脑如果说是要升级那个4080P 的那些显卡，说升级就升级的，我绝对不会含糊一点点。但是手机我就很介意。我不明白我是什么毛病。我的手机如果说是在不影响我用的一个情况下面的话，我是因为我没有那么多的追求，我没有那么多追求，因为我觉得拍照我有单反，拍照我有单反，手机也拍不出我单反的效果，是不是？而且我也不太喜欢那种自拍的那种，因为那个手机啊，手机它不管是你不可能是用后置的摄像头来自拍是吧？你用前置摄像头的时候，我经常那个脸在那个前置摄像头里面，哪怕是关了那个美颜的时候，我都经常想，我说这人是谁哦？所以我都不太自拍，我很少拍。你们知道有时候你们贵妃说，哎，我想看你现在是什么邋遢样，他不给我看，我一看手机，然后一拍。感觉那人不是我的时候，我就没有这个兴趣了。我就说没有，我就没有。他宁可给我看他老公腿上的毛，也不给我看他。就感觉那不是我呀，就感觉那不是我，那皮磨的过分了，你知道吧？那皮磨的过分了。我很喜欢我有眼角纹这些的，他磨给你磨完了，我不行。是吗？我就没拍。你我已经关美颜了，我已经关美颜了，还是自动会磨我。你瞧瞧你这凡尔赛，人家都找滤镜你还不乐意。不是你我很喜欢，就是到了我这个年纪了以后的话，就其他的地方我是觉得有皱纹的，那可能真的是我保养不好，但是我经常我爱笑的话，我就有眼角纹的话是很好看的，知道吗？有那个细微一点的眼角纹是很好看的。你为什么？因为你已经快奔五了，你快奔五了以后的话，你要是还保持那种20的那种什么什么状态那种，我不是说凡尔赛，我是觉得你说这个人没动医美才见鬼，好不好？我最讨厌从别人在别人嘴里面说我你是不是去动了那种了，你再加上又一张网红脸，就烦死。搞不好哪天我就杀过去，你这别怕，马路上看到你我都认不出来，那都不至于。没有，他不是，我是喜欢我的。我是喜欢这个状，我是喜欢这个状态，你知道吗？就啊，我很喜欢我在真镜头下的样子。嗯，因为真它不会磨我，不会磨我那些美颜，也不磨我的皮肉，我就很喜欢它在。关键是真它给我拍的时候，哇，它会比你没有感觉吗？那个它不是怼脸的那种美貌的那种。就是拍你的时候的话，他第一时间你并不会直接觉得你这个人好漂亮，他是氛围，就会你会觉得哇，这个人拍的这个画面好会找角度的那种感觉哦，就是那个他入镜的那个图片的里面的那个比那些构建，那些场景构建，你会想的是第一个，然后再搭配上你这个人，你就算是长得可能一般，但是在他镜头下面，你也还会觉得你是一个非常好看的人，发现没？真的，他就真的很会拍。所以就是有真了以后，我基本上都很少给我自己自拍的。但是现在他这个死人不是去搞事业去了嘛？他已经很久没有动他单反了，他很久没动他的单反了。其实真正拍照还是很厉害的。我就发现他们就是做妆照这块的，就好多东西都一通百通，有点全能的哦。你打印机开了吗？是的呀，是的呀，你就是你们看哦，你们像你们秘书超喜欢我有一张照片，就是穿了一件运动衣，那个头发是属于半长的，我趴在那个方向盘上面，其实就是很车里面，对车里面，其实就是很简单的一张，我们到楼下了，出去吃夜宵，出撸串回来，在楼下。我就纯粹是有点累，我就趴在那里啊，他那个拎单反就在那里给你拍的时候，就那种感觉 ，K.O. 也不是你最好的状态，但是给人感觉是最舒服的。
随便一拍都好看。真不骗你们。真然后就趁着姐夫拍的太难看。没有没有，你们姐夫就是你一米八都能给你拍成一米五，他一定要你全部都入镜，你们姐夫。懂吧，懂吧，懂吧，你们姐夫啊，你们姐夫他给你拍照，他给你拍照，一定要你全部入镜的。然后关键是，有经常是那个他比你高，他就那个仰视的视角拍你。真的，一对比就完全就是两个世界。对，那我上次那个就秘书说的那张照片，我之前如果说不是去那个，不是去不是去那个，我发现我哥也很会拍。我要是不是去那个空间那里，我还真的没有留意到我有这些照片。你哥哥拍的那张就反正比姐夫拍的好看一点。对，但是跟真真比还是，那还是不一样的。真真拍的我哥是人家用单反拍的。对，我哥喜欢也喜欢怼脸，但是他怼脸吧，他是那种他还是会找角度的怼脸。我给你们看一张哈，因为这张是看不到全脸的，我真的给你们看一张，就你看我哥哥，他过来看我的时候，你发哪儿了？没有，我看一下是不是发那个，等下我看一下有没有挡住那个车牌，对，挡住车牌了。他是那个红色的，没有、哦、没有，我是那个绿色的那张。对，绿色那张我就纯粹是那个纯粹是回来，就是在那个车后面拍的那个。对，我就随手一撩，我哥抓瞬间的那个，就是抓瞬间拍的那个。我突然间发现就为什么个个都会拍，我为什么就不会的那种，真的。你被人家拍就好了呀。对，你看、你不需要会拍，你是不需要会拍。对，就是这个，我们一起回县城，回去那个做去年吧，去年清明哦，好像是吧，贵妃。嗯，是的，差不多。去年清明的那个时间段，然后回去找那个，回南宁那边去找那个找主找我们家太公，就嘎嘎新的那个。有定位器的那个，对，就是随手一张啊，这个就是随手一张。哎，你看，他会找角度，但是如果说是你们姐夫拍的话，他一定会退得很后面哦，贵妃哦，把你整个都入镜，你的脚是什么样的都给你入镜完，然后就给人的感觉就是你一米三的那种，一米五的那种。这没办法，有的人他天生他就是不会拍照，你怎么说也没用。你们想看那个想看真的啊，真的那个就算了吧。真那个有怼正脸的，等一下我看一下能不能糊个马赛克。算了吧，你就不要糊，你糊了就没有你的脸了，好吧？好像也看不出来。但是能看，就是还是不要正脸。对，还是不要正脸，这是真的挺好的。我自己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哎不错哦。我不是老是说像那个韩雪吗？那像韩雪，感觉很像，你不觉得很像韩雪吗？就是有种他那种感觉。没有，就是一眼看过去还以为是哪个韩国女明星。没办法，就是一张狐，就是狐狸精的脸，然后那个，哎，就是狐媚的样子，就网红啊，不是以前你我跟你们讲，我就是这张脸呐、啊。就是这张脸，以前去混娱乐圈也拍不了女主，只能做那种恶毒女配哦，只能做恶毒女配，嗯，做恶毒女配，然后吧，你好不容易就是大家的审美就是喜欢你这种攻击性的脸了，以后他妈个个都往你这种地方整，他那个整美整容技术发达，然后个个都往你这种脸来整，我瞬间就觉得自己不特别了。就以前的时候大家就喜欢清秀啊，哦，清秀啊，然后小家碧玉啊，然后我们就攻击长相，这种的话就是女二嘛，是吧，是我们这种就是女二嘛。就给你一句那个红楼梦里的台词，你坐着狐媚样子给谁看啊？对呀、啊、就是你也不干啥，就是反正就是整个看你不舒服，等到你都欣赏你这种美了以后，哇，个个的那医学发达，个个都往你那里整了以后，你突然就觉得，哎，我要是小家碧玉也挺不错。
为啥又就发张照片出去的时候，哥哥都问你是不是去那个去医美了，就是那种啊。你虽然说你天生妈生的，但是哥哥都往你这种地方整了以后，你一点特点都没有了。你起码以前还是狐媚，然后哥哥都狐媚完了以后的话，我突然就很想小清新了，但是清新不起来呀。啊，你确实清新不起来。没修好的。是的呀，真的，我们真哎，他什么时候？反正现在一天到晚的在外面，你想让他好好的给你再拍个照，都好难。等他忙完了再说吧，他现在也忙着，也没空。哼，让他搞钱吧，他们家这小号还挺费钱的。是的。然后有一张是我跟他在那个喝咖啡。拖着这一个脸，他抓的那个瞬间，我就觉得真的好懂拍，我就很喜欢用它来做，我就很想用它做头像，但是，哎，哪个？就有一张侧脸，有一张侧脸，我就拖在那里喝咖啡的那张。啊啊啊啊啊！嗯，你们要看也看不到正脸，我好像。哦，我短发的时候他有给我拍，但是没有给我。我这是真的闹了鬼了，哎呀！因为他喜欢做那种长街拼图，其实也挺苦的，真的不骗你们。嗯，这个、啊、也可以给你们看啊，也没有什么所谓，因为已经把我的脸给遮住了。我真的就是跟他在那里随手喝咖啡，但是给喝咖啡那张是吧？就是那你把那个就是捂着脸的那个可以发吧？对，就是随手，就是你撑着脸的那个应该可以发。对，可以啊，因为看不见啊，看不出来是你。对，看不出来，你给你们看看，真的，我真的很喜欢这一张，他没有真真拍的，他没有多大，他都根本就没有多大，他就是关键字很久了 ，OK 哦，这个蛮久之前，蛮久的，真的蛮久了，可能现在看他比较糊，但是对于以前来说，他真的就是1080的。嗯，他以前就可能就是1080P 了，真的，我就跟他随手，我就在那里，我跟他喝咖啡就随手的一张，我那小胖手你们还不熟悉吗？这张其实就遮住，然后你眼睛是往下看，其实看不太出来你的正脸。对，我是没有。你哪课文？你哪里有胖五回的小手？聊啥你都要说。没有啊，那手你们还不眼熟啊？五分钟啊，那手一看就知道是我的呀。嗯，一看就是他的小肥手啊。对呀，那小肥手，你说实在的，应该就按照正常来讲的话，就应该是那种修长类型的，但是没办法，你一天到晚的干活，然后手很糙，但保养回来以后就感觉是，反正就是有点小短的。然后你这手放在男人身上就是短小。也还好，就也还好吧，但是现在。但是你这张其实很不像你，我觉得很不像你。你没有，我就是你就会觉得那个手非常的熟悉，然后脸就感觉有对脸不太像，不像你，是的，因为他神态太放松了，对对对，放松，然后你又眼睛又往下垂，就是跟你后面那张就完全不是一张脸，所以我就可以发他真的就是随手给我拍的，没有啊，我没有办法，我们两广。口音就这样了，那东北的女孩子也长得很高挑很漂亮啊，人家也比我那个气场更足了，人家张嘴就一句干哈你干哈，那样子不也挺破灭的吗，就一定这种长相就声音就一定很好听吗，烦死你们。而且这个还也就前几年，没有很久。哦，对，就是反正就是出去喝个咖啡，然后还有一张就是别人觉得我欠钱，就是别人就觉得我是在那里骂，就是点钱的那种，或者是就是吩咐别人的，就是那个服务员拿菜单过来，我在点东西嘛，哦，他随手拍一张也是这套衣服啊，就给人感觉好像我在训人家，
反正长得很凶的人就是这样子了。我跟你们讲一个很丢人的事情啊，就是之前的前两天，跟月月去那个乐园那里，他不是有那个摩天轮嘛？我从来没坐过摩天轮。然后去跟月月他们坐那个摩天轮，它升起来的话起码有20多层高啊。我原本的时候我不觉得我恐高啊，你知道吗？我原本的时候不觉得我恐高的啊，因为有你坐那电梯上去那些写字楼上到20-30层很正常嘛啊，我不觉得我恐高。但是我跟他坐那摩天轮上去，我看着他一点点升上去的时候，我脚都酥软了，话都不想说。下来的时候还要有人扶我出来，然后月月坐在那个摩天轮那里，然后他姐姐问他。问他怕不怕，他来一句我不怕，哇好高啊，哇我看下去我都快吐出来了，太高了，脚是软了，你们知道吗？脚是软的。然后我就扶着那个车厢，然后都不想往下看了，怂的不行哦，怂的不行。然后就是他姐姐还在那里逗我，我告诉你啊，这个是会变的。我以前也没事儿，然后哎，突然之间就觉得就打没了，没，你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是怕还是不怕，因为我是第一次坐嘛。但是你说让我坐那种云霄飞车那种的话，我也不怕，我又不觉得有什么很刺激哦，我也觉得很刺激，但是它就是很上去的时候慢慢吞吞的，以后就感觉晃来晃去，脚下面没有那种实体感，知道吗？没有那种实体感，然后月一点都不怕。我不怕，然后上去哇，在这里哇，然后我感觉那个树很高的树，突然间莫名其妙在自己眼前一下子变得很小，然后感觉盖在我很远的地方脚下面哦。我突然间意识到这个摩天轮到底上了多少，一看那个写字楼去到了20多层，然后我那个脚就软，一直动不了，也不想说话，然后老大就是他姐姐还在那边逗我，他姐姐还在那边逗我，拿那个手机在那里拍我。妈妈你怎么不讲话了，妈妈你怎么不讲话了，我就想把你踹下去，脚劲就是没有实体感了，脚都很软了，他拿那个手机来怼着你，妈妈你怎么不说话了，然后那个手机转过去给月月我不怕，哎，这两个都想扔下去，对啊，怼着你那脸那里拍，关键是还发到那个相亲相爱一家人去。哦，你们家的也叫相亲相爱一家人啊？哪个手机里面没有一个群叫相亲相爱一家人呢？你关键发回去以后，我哥他们啊哈哈哈哈气醒。对啊，就发到那个群里面去啊，然后啊哈哈，真的是，哎，这辈子没这么丢人过。对啊，拿着那个手机在那里怼着你，哎嘿，我们现在上到高楼了哦，他在那里提醒你，你本来就不想看哦，哇，下面好高啊，妈妈你看呐、啊，妈妈风景好好啊，妈妈你怎么不说话了？都已经妈妈，你怎么眼睛往上看？没有，我看都不看，我扶着那个车手那个车厢壁，然后我都很想扶手把它打开，他拿着手机怼着你，妈妈。你怎么不说话？没有梦了，明天再说吧。那月月坐你旁边，我不怕，气死！你又丢东西了、不是，我从来没想过我会恐高的，好吗？广州电视塔都上去过了。一个小时到了，咱走吧。还有10分钟啊，9:30就累我。哦。明天也会播的。就是胆子还最近，我就想到子汉那个你骂的那句话了哦，他让人家去接他，然后劈叉到头上去，然后还在嘲笑，就这体力还最近，觉得子汉其实也很皮，好不好？嗯，对啊，我还第一次听到那么离谱的要求，说去机场接他怎么相认呢？把就是劈叉那个头脚劈到头上去，我说我现在都劈不了。那以后要是现在我现在不是有在练嘛，其实也是可以劈的。我那难道我下次真的见就是他回来了以后，你劈一个试试？对啊，在就是我就想着我就说以后就是
他回来了哦，也可能有些场合或者是会有机会能见到，然后难道我过去只跟他相认以后，我难道我不是过去说哎，子涵我是橘子皮的那种吗？应该就看到他两公婆以后，哦，话不说我直接劈叉是吗？劈叉，对呀、啊，然后他马上就能转移到他的视线，让他盯着你看，就直接劈那个叉，就喊他张子涵工具，对，张子涵。工具，一看我劈着叉在那里，以后就说：“我靠，你是海泽还是橘子皮啊？”我说：“我喊工具的，还海泽，你是有问题吗你？”对啊，真的有病的哦！你妈就是啊。你一边劈一边给他举个浪浪丁手势。那个浪浪丁手势，我到现在、哎、我感觉你别说那个浪浪丁手势还挺难的，好吗？我感觉，我跟你讲啊，我竖起来后真的很像个鸡爪。是吧？挺难的，好吧？真的很像鸡爪。对啊，别人到时候还说我有病呢，是不是？不是啊，别人一看过来后，我就把那个脚搁到那墙壁上去，看什么看？没见过人家在这里练劈叉的呀，练功夫，就是、练功夫，再看你一会儿就横扫过去。是的，我现在还是能劈的。对啊，然后我就对他们两个喊了：“你是有病吗？”不，你有病啊！对他要回你，两个男生做什么爱？是的，我试过你们那个浪浪丁手势，真的很像图上那个表情包，那个鸡爪的那个图包，那个表情包。我感觉好，可能我的手是有点生硬的，我是真的做不了那个浪浪丁手势，一做起来真的很像那个表情包，那个鸡爪的那个表情包啊。到时候浪浪丁手势做不出来的时候，还他以为我是做什么鸡爪。哎，对，他还以为你是怎么回事？你给他举，你给他比中指还是什么？对呀、啊。他怎么能想得到这个手势？也蛮搞笑的。他是为了区分那个跟那个海泽的吧？然后硬凹。对，对，硬凹。哎，他也是个人才。嗯。小拇指要抽筋似的嘞，这个厨房鬼见愁姐姐真的这个 ID 取的真的太好了，太醒目了，就一看就很像，就很让张哲瀚想打人的那种，嗯，就太瞩目了。关键是他还改过哦，两个备选怎么能取这个名字？两个备选手是你们让以后让他改了，就是。嗯，反正我是做不了。今天有回放吗？有啊，有。对吧？这个手势还不简单呢。你这个比的时候还要，对，还要再弄的。对，就一个多钟的那个直播，因为他现在他也没有告诉我说是要一个半个钟还是一个钟还是一个半钟嘛。因为我们昨天晚上我们前上一个是4个小时嘛 ，KKO。然后他说我有效直播已经是完成了一天，所以我一会儿试试看，我们现在就一个钟一个半钟嘛，你起码要保证这个，因为我怕到时候我们下播了以后他不给我算有效时长，我哭死哟！怎么这年头赚一丁点钱就这么辛苦，300块钱，300块钱，我简直是卑微到不行。我先走了啊！哦，去吧，你走吧，我还有10来分钟，我们也跑了。你挂呗，你挂呗，那个秘书来那个呗，嗯，秘书，我们去，我们你直接来接那个，没有，你这个你是那个主持人了，你待会下来你就直接关掉就可以了。来，我直接结束了，你过来啊，因为我们俩一会儿再聊的时候还要 VIP 的啊。哦。没有，我一会儿9点半再走，因为他现在他是要下播以后他才会显示你有没有完成，所以我现在这里到底有没有完成他也不提醒我，秘书，秘书有回应，鬼畜了，秘书。秘书，等下让他一会儿再连一下，秘书在那鬼畜了。
么回事？现在这年头赚点生活费就生活不易，300块钱要干4天，加上昨加上前天的第一天，一定要连干5天。好了，你终于不鬼畜了。前面因为我手机是连的，但是我的 iPad 也连着，然后导致两个都一起有声音了。难怪，我说他那个之前的时候，咱们不是也有那种说啊，的有效时间开播30分钟，然后他会提醒你有没有完成哦。现在这个提醒都不提醒，我现在都不知道到底要播多久，所以的话保底还是来个一个半钟吧，免得到时候就是功亏一篑，是不是？要是没有跟你算，我们就可以直接摆了，后面3天都可以放弃了。对，要是一个半钟他不给我算有效时间的话，我后面我就不干了，我跟你们说。那哪有这个样子，要我连干3-4个钟，连干那么多天才300块钱。哎，前面没也没说什么，大家都闲聊。但是这300块钱也好多哦，我们直播间来说真的好多哦。我如果说是在直播这里赚钱的话，就觉得这300块钱真的好不容易。但是你又是在现实生活中，就感觉这300块钱其实就一顿饭都不够。是的。对啊。但是，这可是超多的钱，我们半年都拿不到100块，300块啊，这简直就是不是你两年的量哎。对，你有时候我就觉得人就是这个样子，因为他直播的时候的话，他是辛苦付出了哦，他没有过多的一个回报的时候的话，你就会觉得在这里的辛苦的每一分钟，他有那个几哪怕是几毫几分钱，就觉得好，就是有收获了哦。但是你要是在现实生活中的时候，我看你一个钟你给我个100来块钱，我有时候就很想说你打发乞丐嘛。是的，这可是300块。对啊，这300块钱在直播间来说真的是巨款了，我们甚至有时候一年的量下来都不到300块钱。嗯，真的啊，你问去年，你们问贵妃，不是你问秘书就知道了。秘书很清楚的那个收入，就是除开是我们倒贴。去年可能也就100多吧，200块不到的。对啊，好多都是，就是看不过去，等太久了就自己贴上去了。对。就是有一些，就是你看到有时候他是40-50块钱的时候，他老是没有啊，他不够，你感觉很长一段时间没捐了，你就觉得哎，也就一杯咖啡哦，贵妃哦，不是哎，老是以为贵妃在秘书哈，然后就你就忍不住哎，算了，贴上去了，然后又去捐了哦，捐了以后的话，他第二次他一提出来，然后你感觉半年了，就一直卡在那70块钱，你还记得吧？就73块那里哦，卡了快大半年。嗯，然后就，前段时间呢、啊，就是前段时间，卡，从去年2023年一直卡到我们年初那93.4块啊，哦，那93.4块就一直卡到，就后面就一直就反正就是没有。然后哎，我真的是实在是忍无可忍了，我就去又贴了。今天他回去还是要租酒店吗？我不清楚他哎，他只是说他今天回去上班，但是还没有看到他冒泡。他不冒泡你艾特他也不会理你的。嗯，他估计还要收拾东西啊什么的，估计没那么快。你别我虽然说最近也没什么事儿。对，虽然说我也经常跟你们讲，就是汤怎样，但是他这个人嘴巴比那个锁还要严，就是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你怎么问他都不会说，你艾特他就打、他就装死，他真的超会。汤会汤有事他会直接出来说，他会出来说的，你没事就不会踩人的。不需要，就是有一些事情是没有必要的时候你问他的话，他会装死，真的他超会装死的。但是他好爱亏品、因为他要吃瓜，他真的超，我跟你们讲，汤真的超爱亏品的，就是群里面讲什么什么的，他也没事情干，他只要陪着老板娘就好了，也没事儿，他当然吃瓜了。对，真的是他一点都不放过，但是你 at 他的时候，他立马给你装死。对呀、我估计他每天一有空，他就开始爬你们群里的那些语音，一个个点开来听。对啊，然后他就会装死，你艾特他都真的装死了。然后他有一些事情吐槽，他就都出来了，你就问他，哦，死出来了哦，他讲完他就不见了哦。然后呢，你艾特他，然后呢没了哦，又装死了。但是你都明都知道他在的。
然后呢就没有然后了，然后实在 it 都多了，就他就来就没有了。然后每次吃瓜的时候哇他一定在，那肯定他都在的，没事干他能干什么。人类最大的乐趣是吃瓜。我今天特别是吃认识的人的瓜。我今天偶尔进我们那个群了、啊、偶尔进我们那个群以后我刚好看到他们发了一张图，那个说是什么啊，那个什么抖音那里说什么瓜的那个哦、啊、有说是假瓜的那个、对对对，你知道吗？对对对，你知道吗？我全部看下来的时候我严重怀疑第一条是不是也是真的。就是那个关晓彤那个对吧？对啊，就是你看到没有，你全部都列下来然后每一样都中雷，看到没有？对啊，每一条都是我亲口说过的，然后我看、就是无语到什么程度，就是我甚至怀疑第一条是不是真的。对，你没准真的是啊。不是傻瓜，他是你问面，就是有一个抖音上的一个人的说瓜的一个截图。对，我不记得内容了，你要秘书给你们说内容啊，我看一下。是什么什么第一条什么小童不是第一条说小童是爹妈亲生的。不是爹妈亲生的吧？是爹妈亲生的。啊，那他是爹妈亲生的，有没有这不是很正常吗？然后说小赵的孩子是他和冯的。然后说什么爸爸没有生过小孩，然后说蜜姐和三小只都不是真的，也没有睡过半个娱乐圈，说 AB 和那个就是那个就是伦伦没有大闹房车什么的。然后你想后面的几个都是锤的话，那第一个那可能就是真的了呀，那就不是呗。他那个到底是亲生的还是不是亲生的？他文字写的是不是亲生的，但是后面那几条都跟我们反着来。那第一条意思就是不是咯吼，就按照他的逻辑来就是不是咯、啊、不是你知道对啊，不是你知道就他一连串下来以后的话，每一个都踩雷以后的话，甚至让我有甚至怀疑第一条是不是真的。对啊，就是这意思呀，就贼鸡巴恐怖。对，那说不定就真的不是。那我管他呢，是不是就我对彤彤的，我对哥哥小哥哥的那个格格啊，我对小格格的那个生活各方面的时候并不是很感兴趣，哪怕他是鹿晗的女朋友。但是我只能是说，就是格格家庭也好，资源也好，户口各方面的一个人脉资源也好，我不是很懂他的眼光是怎么回事。啊，我说这句话，我并不是说她男朋友怎样怎样哦，怎样怎样。那事实上是她男朋友怎样怎样。嗯。然后你说要她说她怎样怎样吗？我又说不出个所以然。但是我只能说，她看人的眼光不太行。看人是吧？看男人的眼光不太行。他喜欢就好，管他行不行。不又不是我，又不是我跟他谈。不是你看到没有？人家那还是抖音的。你说要是咱一开始出道时候在抖音的时候，我是不是被打死的那种了？你问明人家，人家每一条都中。对啊，人家卖就是说这些瓜的人可赚钱了，好吗？上次有一个说瓜的人说，人家问，就是爆那感情料嘛，然后说问龚俊是不是单身，他支支吾吾不肯回答。问别说别的他都非常坚定的就告诉人家，但是没有，我跟你讲，我要是在抖音那边的话，你爸妈的事情我随便造谣，反正也不会被告。但是我一说别人的，到时候万一被告以后，明明这个事情是真的，以后我们去开庭，以后他在庭上面见到我或者我见到他以后一看，就原是你啊，那什么是啊，你怎么回事？你怎么现在那不就是那不就很尴尬？对啊，然后。你就什么？虽然咱阿姐不在这个圈里，但是咱阿姐还是有点名气的。看脸还是认识到是谁的。哎，那万一哪天你要是当初选择了走这条路，对吧？上来人家说，哎，
告的人一看，哎，怎么是你，就很尴尬。哎，你看，我看了一下群，我一点进去说什么封面小组，Lipa 的那个时代，对，看到了，是 Lipa。哦，这个我知道啊，玲玲，那个，中令的那一个，拍的很好哎。之前有问那个啊，之前有问 Aaron 啊，之前有问 Aaron 说，那个。其实这个你们看他的这个封面的时候，你有感觉有一点就是怎么说呢？70年代时候的那个巴黎，就是那种巴黎风、巴黎旧街风的那种，但是其实不是的，他的灵感是复古港风。反正我觉得拍的蛮好的，修图很好。不是，它是那个复古港风的设计，但是拍起来以后就莫名其妙有一种。60年代、70年代的时候，像是历史的那种，旧街头，所以他什么时候能跟咱们合作一下呀？咱们钟灵姐姐，艾文那边有合作过了呀，就那个艾文那时候就是那个艾拉的有合作过啊，钟灵好像没有跟钟灵合作过，没有跟钟灵合作过，钟灵没有跟说过啊，之前说是拍那个艾拉的时候，那个 Aaron 有说啊， Aaron 说有跟俊俊这边有合作啊，然后也认识啊，也有认识，但是还没有说是那种很深入的熟。你爸是不知道他是 CP 粉的，你爸是不知道他是 CP 粉的，因为他工作的时候确实挺就是挺魔鬼的魔王的，那一般都不太会说的，对，工作就是工作吧，磕不磕 CP 是另一回事。哎，他只会告诉你说回来的时候就是，对，以前我记得好像以前拍 Eva， 那个Eva 他们拍那个拍 Ella 的时候，对啊，有在说吐槽他做什么事情又报备啊，因为以前的时候还不懂珍惜。现在发现哎，错过了是吧？他们拍 Ella 的时候可早了，好吗？那时候就开始。我们那时候不太懂得珍惜的，以后是你妈出事之后，你爸老是降维去找别人。你爸老是降维去找别人，然后那时候就是我们的群里不是吐槽他是不是没钱？是有啊，你妈妈拍过的那个 Ella 的那个电子刊就是 Aaron 的手笔呀、啊，拍的不好吗？你们不喜欢吗？我记得很喜欢，就是那个头发有点长长的，在那个、啊、在那个北海拍的那个。对呀、啊，这个那个假那个算是假发来着，那是假发还是特地是找了那个找了别人去做的？你们是很喜欢的吧？他拍这个的时候，那个时候都说过了，就是他拍的时候一直在说你妈是一个不上镜的人，非常不上镜，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的静态永远比不了动态。他拍你妈的时候是很痴迷的，很痴迷的一个状态。出来了以后，他那个时候工作的时候，他是有说啊，他说，就觉得你爸这个人很赚。拍的时候，因为他在镜头下面的一个感觉嘛，就觉得，为什么以前会没有注意过这个人？就，懂吗？就拍完了以后那个。给我的感觉就是没有，为什么以前会没有注意过这么一个人？那如果说是这个人，早点在镜头下面出现的一个感觉的话，他会是另外一个，就是像你爸现在这样子，是非常受那些风刊什么之类的受欢迎啊？为什么呢？因为会每一个摄影师都会很喜欢他在镜头下的感觉。你只要摄影师喜欢，很容易上，很容易上那个时代周刊，也很容易上那些就是他们的主编嘛，因为会推过去嘛，然后就会给你定刊，很容易，是不是说那确实也是跟以前的时候没熟有关系，也确实是跟以前没熟有很大关系。关键是以前你妈的时尚资源也不怎么样，然后他硬封啊，你知道啊，就是你爸硬封能力，什么叫硬封？就是硬照嘛，硬封的能力，你妈那时候是很差的。没像你爸那么有镜头语言感，对对对，但是后面拍他灵性很强，拍多了就好了，很有灵性，他
他拍着拍着就知道，他得就是要有经验，他多拍几，他就会找到这个感觉。对对，他找到，他就会找到那个感觉。后面那个倭瓜的那个也很好看，就是珍珠项链的那套也很好看。那个是别人拍了，那个就不熟，大家不太熟。嗯，你也知道他们摄影师那边也并不是说每个人感觉。但是我真的很喜欢，就是那个 Ella 的这套的。对啊，那时候有北海咖啡黑那套，真的很喜欢。那个时候就看到他的第一眼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很多时候还是，那些看那些照片什么之类的嘛，哦。不是说等他熟嘛，你等到真正见到本人了以后，你第一个反应就是他必须是复古港风，非常好看。所以那个时候给他的色调都是，偏黄，偏黄的色调。然后在海边的时候的话，偏蓝的色调非常适合他。小鲨鱼吧，那套。嗯，他在海边的时候那个蓝那个调啊，就是整个灰调的时候话，调的时候是调的是蓝色，有点曝光的。蓝色有点曝光，然后他在室内的时候是那个昏黄灯光的那种，也是曝光的，也是爆了那个暖光，爆暖光拍出来的就是这种质感。你爸不用动，你爸真的很，你爸是静态静态的映照比动态的时候要好，你妈是动态比静态好，因为你爸的五官攻击力也很强。很立体嘛，你爸的攻击力很强，所以就是他两个都拍过，你爸出片比你妈快很多。嗯，因为你知道，就是他拍你爸跟你妈是两种不一样的状态。为什么？因为他很容易在镜头上面痴迷你妈的状态。为什么？他想要他更多的一个动态。你知道为什么？就是你妈那刊反而是推的是电子刊不？发现对的，是电子刊，因为电子刊的话，它是可以有动态的，因为它可以做嘛，它可以做成动态的那个动态型的那个图片，你这样子才能体现它的好看。那如果说是他拍的那期，如果说都是硬造型的时候的话，它并没有让你觉得那么惊艳，你反而是电子刊，然后它可以有那个动态视觉出来，然后的话，非常能体现它。所以那个时候是跟他们的那个主编商量一下，就说这一期不出那个。你卖哦，原来这样才出电子刊的是吧？对，有他原本的时候是要印刊，然后后面跟他有说其实他这套的话，你如果说是出电子刊的话，其实会卖的比纸质刊还要好，还要好的。嗯，因为他的动态正确的选择，对他的动态是需要别人来品，别人来品。如果说都是印封型的时候的话，它不一定能达到一定的一个效果，确实也卖的很好。那个。电子版的也会卖，也卖得很好。然后就是用那天卖的时候都秒没秒空。不是他那个后台崩了，我知道后台崩了，对，崩了。有说啊，他那个戴帽子的那套是小资也很好看。Elva 有回来说后台崩了，他然后对那个直接卡掉了。对，后面那个主播说听他的是对的，你得亏没出纸质版，你得亏没出纸质版，不然会少卖一半。对，是的，是的。然后他拍你爸，你们明白吗？拍你爸跟拍你妈是两种不一样的一个状态。他在镜头下面看着你妈的一个神态，因为他是动态的形式，很容易痴迷。不是说爱上他的那种，是他语言下面的镜头感，就是让人觉得太漂亮了，那种感觉。嗯，然后你爸的话是出片很快，为什么你爸怎么拍都好看？就他太懂怎么拍了。嗯，太懂怎么拍了，就他甚至你爸很过分的时候，甚至就我以前有听说他，就是如果说是场景都摆好了，他一个小时可以收工。嗯，对，是的，他我知道他效率王子，但是没有想过这么效率。他就是这么快，他真的很快，因为他是硬风，他是硬照，你爸非常的有拍那个硬封面啊，那个硬照的经验。他太懂怎么抓镜头了，嗯，他太懂怎么抓镜头，很快啊。对，他一般就是之前给他拍的那几个摄影师都说他拍照很快，出来太马上就好了，而且全部都是成片。你只要跟他说，跟他，因为他看到场景，他就知道怎么表现了。他太懂怎么拍硬照了，你知道吧？就是人家摄影师，就是
因为你那时候说跟他拍他嘛，就是他在一个特定场景的以后的话，不需要你说什么，他就会来，然后你猛的咔咔咔咔咔咔就可以了。你猛的，对的，是的，要猛的咔咔咔咔，然后可能有个一百多张，然后的话，他每一张都很好，每一张都很好，所以就挑，就再从中里面挑出来。他，你爸很少浪费镜头，你妈之前还要教，嗯，你妈之前还要教，因为他很少嘛。然后后面他上手了以后，感觉就是越来越懂，也越来越会了。对的，你爸拍物料就很快啊。嗯，所以他一天可以拍好多物料。对，就还好。然后你们知道，就我很无语一件事，很无语的一件事，就是我逛 B 站了啊，就趁着我讲完这个，我们就下了秘书啊。嗯。我逛 B 站，然后我有在看到一个是说拍的就是书改的 IP 拍的很成功的嘛哦，我本来是我觉得应该没有人会推我们家，我说我们家三合令拍的好啊哦，我们领啊，嗯，没有应该没有人会说这个，因为毕竟大家都觉得挺敏感的嘛哦。然后我下去，我在评论区那里，我没想到很前面我就看到了拍的三合令拍的很好，然后我就看到了那个母跟那个公司在那里掐架，你知道你们掐什么内容吗？我都忘记那个 UP 主叫什么了，就那个弹幕蛮多的，我本来就想很想举报掉的，然后就想着说，就觉得好像也不是那么的容易举报掉吧，我就当做看不见。你们知道吗？他们吵了二三十层楼了，吵什么呢？就是说你说哎呀，三间现在啊在什么国外就有什么发展什么之类的嘛。然后那个公司在又然后又说他们造谣，说俊俊这边盗游嘛。其实你看他们吵架很好笑的，嗯，你看他们吵架很好笑，就甚至会觉得磕到的。对，双向奔赴，母姐和蘑菇双向奔赴。说哎，我们就说啊，我们俊俊不是这种啊，哎呀，你说这那个又来造谣，我们俊俊不是那种什么什么什么的。他说那他不是这种人，怎么会这样子对着汉呢？什么什么，你知道就会就在那里吵。其实我很想说下去说的，我很想在那里留言句，但是我又是我这个 IP 不好留啊，你知道吗？但对啊，我这一留就知道是我了呀。嗯，我就很想，其实我很想告诉他们，好什么，我说别吵了。你哥哥，你哥跟嫂在床上就是吧，孩子热炕头的，孩子老就是热炕头的，还是让吴姐好好的去粉他们那个假人吧，不要粉真人了，真人这么好看的不配他们粉。咦，他们关键是他们在 B 站不是上传的什么纪录片哦，那个纪录片，然后就是拿过来看，我去看了一下，哇，我就很想问那个摄影是不是 BBC 出来的，是 BBC 出来的那个阴间滤镜。那个阴间滤镜，然后你们知道这贼鸡巴恐怖的是，你们可能没有看，我看了，贼鸡巴恐怖的是他们里面好多人，就是那个里面的那些植物啊那些东西可能是真的哦，我也不知道他们是去哪里拍，但是不是西藏那段的，他不知道他们去哪里拍，但是他们里面那些人是抠上去的，对，就是好像是去年拍的吧。去年下半年他不是骑行嘛，把骑行的那些东西拿出来拍，就是那个还去西藏，哦啊、不是你，然后什么冰山什么的，我都觉得他去台湾拍的，我都相信，在台湾那边的拍的我都相信。为什么？我跟你们讲，他里面的好多人呐、啊，就是 P 上去，甚至有一些场景是那个山间也是 P 上去的。然后我就说，嗯、对的。然后我就说，哇，就是光影，我说，现在这年头片母都不用这么，就是这么的。没诚意吗？你们知道，就是像我们这种业余的都能看得出来是 P 的是什么的。一个就是人物非常的扁平，人物的非常扁平，就两个小孩就直接 P 上去，然后直接肩就 P 上去，图层都不一样。你甚至能看得出来，那个原始森林是图层的第一层，那个小孩是第二层，太平嘛，然后肩是第三层，他就有那种就是空间感的。然后他们人旁边是有那个虚化的，哦、是虚影的，就是不是那种实体的。你们就玩 PS 就知道啊，他抠边嘛，就是你就想象就是抠边，就是。背景是一个森林，然后呢，上面站了三个人，然后那三个人呢，
就是都是 P 上去的，都 P 上去的，拖上去，真的。你甚至是可以看到图层，就是看到图层，就是那个森林是第一层，然后那个小孩是第二层，嗯、然后山间是第三层，然后它有图层的，有图层，然后很明显都不需要你去改，你就很明显，你一看就知道是 P 的。你们要是玩 PS 的话就知道，就是比如说我要抠这个人了，秘书啊，要抠这个人的话，他那个人物的边缘他会有那个虚化图，有整个人抠出来啊，然后就整个有虚化边直接贴到那个另外一个图上去的话，那边缘都不用做处理。你们就还有一个最恐怖的是什么？就是他们连跟那些稻、跟那些树木、跟草、跟那些东西的比例都不调，然后那两个小孩扁平的，没有一点点的那种立体感，然后那个三阶很明显就感觉就是贴上去的那种，然后说他们在那里，就是他们三个人像在那个树干上面说话一样。啊，对，然后就关键是就是三阶看的也不是他们两个，因为他是在最上面的那个图层嘛，看的感觉是看外面远方类型，有两个小孩又看的是另一个地方一样。对对对对。眼神都不在一起。对，然后那个滤镜就很 BBC， 你们只要看过 BBC 怎么抹黑中国的那些图，你们就知道它那个就是没有一个地方是那种敞亮的哦。就本来如果说那个亮天空、天很蓝、天很亮的话，整个画境感的话会非常的光亮的，没有，它就一定要蒙上，以后就感觉那个天就是没有太阳，然后就一直都是阴天哦。就是那种雾霾呀、就是那种雾霾沉沉的那种感觉，是的，就是那阴间滤镜，然后就是那些，然后我那时候我就跟包包吐槽，因为是包先发上来的嘛，我就去看了，然后我就问包包，我就跟包包说，我说哇，就是怎么骗我，就虽然我说这些，我虽然知道这个不是给我们看的哦，虽然不是给我们看的，但是骗我都骗得这么没诚意吗？对啊，人家都说可好了，拍的可好了，怎么就。那几个月都怎么过来的？什么什么什么的？我说哦，最关键是这些就是高清图还是他们自己，这高清视频还是他们自己出的？但是我看了一下那个画质也顶多有720啊，嗯，顶多也就720啊，他们这就是他们所谓的高清纪录片哦。真的，你们要是你们有兴趣的话，你们可以私聊我，我给你发一张。绝对是你不需要我说，一眼就看出来三个图层，真的就不需要你会 PS， 对，你都不需要会 PS， 肉眼可见三个图层，对，你甚至不用知道，因为它是视频，它是视频里面 P 上去的，就是它主帧的嘛，哦，它卡帧，它还卡帧。然后他还卡着，因为他那个图片的贴上去了以后，他又想做成视频型的，然后他就是一帧一帧的那种嘛，他就是一帧一帧的那种，然后你就发现他卡帧，然后你不需要知道摄影的那些什么人物构造，你一眼看过去就知道假的。为什么？因为我从来，你除非他们这三个人有个两米多高，不然的话没可能有那个树这么高的哦。他们两个都快跟那个树一样高了。是的，都快跟旁边那个丛林里面的树一样高了。我就很想说，我说哪怕人家是个小树苗，起码好歹有个两米吧哦。就是那种。是你这他这张图抠出来就觉得这三个人是在树里面跟他说话一样。你们私聊秘书吧，好不好？他不要让我们秘书发这种动态，别到时候把我们秘书给打标签成母了怎么办？还是我们秘书在学、对，你们想看你们可以问我，我可以给你发，但是就不放出来了。啊，对啊，你们放心去看哦，没也不用担心说我会不会贡献什么流量，然后让他们赚到钱了。你放心，阿姐。300多个视频的收益是零，你放心看啊，没钱。真的，你还担心说我在抖音也好，或者是微博上面也好，我点开了还给他们就是赚钱哦，还有那个流量费，在阿 B 这里就是这么抠。那阿姐300多个视频，那个你们看，每个都播放都超1000的，都没有一点点收益，零收益。嗯，贼鸡巴恐怖。然后那个头发哦，还是那句话，我看到他我就很想薅他的头，按着他在地上猛捶，把那个头给剃光，油不拉几的，我都怀疑里面有狮子。对，真的。然后我跟你讲，我看到几，就是我看到里面，你知道我不是很愿意认真看，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很明显的知道他在戴发套，戴发套，然后那个 P 的时候没好好 P。没好好 P 那个发套，
都露出来了，那个发际线，我怀疑这个尖是一个地中海。那我不知道。我怀疑那个尖是个地中海，没 P 好啊，就没 P 好，然后他那个发套，我就看了包包给的截图，没有别的。他那个发套有撇过两边，风吹过来嘛，风吹过来的时候的话，你就看到那个地中海了，然后没 P 好。嗯。哇，我说我现在敷衍母真的都可以。人家都没有脑子了，你还要花钱吗？根本就不需要，好吧？人家搞成什么样他都乐意，他都觉得是，那有什么不需要了呀。太恐怖了。溜了溜了溜了啊，准备溜了。拜拜。嗯，明天晚上还来的啊，走了走了。嗯。拜拜。